林明祥，你饿了吗？我们全家一起幻听了。他醉了吗？好可爱啊，夫。你喝很多哦。可爱啊。他不知道吃干干也会醉。你给他吃什么罐罐啊？有含酒精成分吗？他就是吃太饱了啦。哦，对，合理。吃饱就想睡觉。你这样子，Puma没办法找你代言呢。你这样把Puma拍成扑街了。啊呼，你真的好可爱哦，快乐过猫生哈。阿布啊，太标准了哦，讲得太标准了哦。啊，你也是，你也是，都会讲话，都会讲话。来啦，吃饭吃饭啊，受不了呢。好啦，来来来，真的会传承呢。在找按钮的哦，还没到呢。好，找按钮，去找一下按钮在哪里。要找什么？对，没有错，按钮喂。好啦好啦，是啊是啊，你们的发音实在是越来越恐怖了。二连发啊、哦！哎、欸，黑妞，你没有贡献，怎么抢着吃呢？吃吧，吃吧。怎么啦？你们在干嘛？肚子饿吗？哎呀，你也会讲话哦？是你教他的吗？你刚说我饿哦？真的假的啊？我有听错吗？我听错吗？你又讲什么了？你们全部都会讲话是不是？我没听错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小心按到你就冲第一。来，后面后面慢慢按。好嘞，你刚讲我饿哦。你都会讲话了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，他们吃那个，我们来吃冻干。连你都会说话了，大家都有得吃。你要按给黑妞吃啊，吼。哎，你这按的比人还专业呢，还有这个肚子也是。太顺手了，哇呼！没个嫁蕊吗？哈，对，就是我嘞，小屁孩子你回来了，欢迎你，我嘞。哎、欸，我嘞，你在里面干嘛、啊？让他吃饼干。那是公仔吧？好可爱哦、喔。那是猫吗？好嘞。想不到做坏的不是阿呼。谁说好饿？好嘞，你那么会讲话了哦、喔！真是我这样，可是盖声是低的。可是我看监视器，我那好像没开口哎、欸。睡个啥呼啊？为什么在这边录的声音那么大声？只要加成为米了，是你说的吗？阿呼假装是我那说的吗？没有那么饿是不是？总不会是秘密讲吧？秘密讲你饿了吗？在上面应该吃不惯的东西啊，奇怪了。我们全家一起幻听了。阿呼啊，是你吗？啊，吃饭了吃饭。啊，不管谁都好，不管谁饿都好，多吃多吃哈、啊，吃一些。对，那不太像我那个声音。黑妞来一起吃。被封印在里面的米酱，米酱会饿的话再讲一次哦。阿呼来，我再吃个酱。阿爸米酱会在爸爸的梦中发威力财哦，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浪浪了。